其实它是螺蛳粉吧，就是大米做的，就是筋的。螺蛳粉上车，我就吃这牌，别牌不吃。别的牌子的面不好吃，你看这面老筋道了，别的牌子的面一咬嘎吱嘎吱的，懂我的意思吧？一点筋性没有。你看我，螺蛳粉有，但是我这个螺蛳粉我没放那么多辣椒，我就放了一点点，太辣了，少放一点点就行。我给你挂上，你试试。这螺蛳粉便宜，上车了。我家楼上有5、6箱。